吃饭了！哇！啊？哎，三弟，怎么了？怎么不吃饭呢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来，三弟，大哥也给你夹个鸡腿吃啊！啊，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没什么胃口，吃不下饭。那你多少也吃点嘛。那行吧，很不错呀。我就少吃一点，坚持四瓶了，我太难了。这就是两瓶吗？对啊，这有两瓶吗？